我又来教你们吃肥牛啦！豆腐切成条状，调料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，爱吃大蒜的一定要多加一点。今天用到的是这种比较薄的肥牛，可以更好的卷在豆腐上，在表面薄薄的撒上一层淀粉，锅底一层薄油整齐的摆上去，等到一面变色了再翻面，淋上料汁吸足味道。上次你们说把石榴剥出来还不够，还要去籽，那今天不就来了。加一点雪碧增加气泡感，肥牛豆腐也好啦，撒上芝麻，千万别小看中间这块豆腐，不仅丰富了口感，还有浓浓的豆香，一口一个的大小，吃起来可过瘾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